Sam， 来自马来西亚，从来没有看过我少年时期有过头发的样子，所以就想想人生最起码要帅一次。19岁的时候，我的头发就开始慢慢的光了，就保持光头保持了整七年。我在 Facebook 看了 DOMO HAIR， 我觉得哎呀蛮不错哎，很逼真哎，然后想想应该要时候试试看一下。这个是我应该原本有的样子。我19岁的时候哦，就开始没有头发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被人家uncle。哇，19岁我比较uncle了。到2017年年尾了之后，就开始留头发，过来DOMO HAIR这里。戴了这个之后哦，我感觉我自己都不感觉我是在戴假发，是自己的头发。DOMO HAIR 扣了。